当代演艺工作坊于10月22日星期五中午11点在柔斯密室888海鲜酒楼召开成立暨新闻发布会。会长梁耀春表示，当代演艺工作坊是一个非盈利的表演艺术团体，并将结合优秀的艺术家和社区资源，联合创作出不同形态的表演艺术。除了原创表演艺术之外，也将透过主办或协办活动以推广表演艺术，并且提供表演艺术教学，培训有志者成为表演艺术幕前及幕后的艺术工作者。当代演艺工作坊是结合南加州一流舞台戏剧工作的爱好者，在创意的带领下，使用新的思维来突破一般舞台剧的瓶颈。我们强调在取材上别出心裁，凸显当代的生命力。我们并且寻求与台湾及内地的先进团体以合作的方式互为协助。明年初，王伟忠与赖声川先生轰动非常的《宝岛一村》就是这一个例子的开始。本色的中心目标可以9个字说明：当代新剧场情舞台梦。